众所周知，金牌慢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第五季开播，一上线就迅速斩获多个热搜席位。第一期全程爆笑，何炅、黄磊、张子枫、彭昱畅、张艺兴全员齐聚美丽的桃花源，破破旧旧的小房子，可可连连的食材，一切要从零开始，但是有好看的风景，有好的邻居，一上手就分工明确，温馨中又带着点皮，真的让人很向往。近日，彭昱畅在宣传《向往的生活》时，他坦言，第五季开局只有一条狗，所有资源全靠手。不过说起节目，让我眼前一亮的，当属张艺兴。作为新嘉宾，虽然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，但是人十分的勤快，不干活就不舒服，还说准备向师傅黄磊学下厨，到时给那些来蘑菇屋的小伙伴露一手，哈哈哈。随后彭昱畅也是调侃起他们来，他透露，我师傅黄磊老师去年就想邀请他来向往来，只不过当时被张艺兴拒绝了，这也是让大家不解。对此彭昱畅调侃，张艺兴说，去年报复性复工的他确实很忙，想辞职都难，当时也很纠结，去吧，远离同事小伙伴，不去吧，向往家庭还可以，哈哈哈。这原因也是让人笑翻。当然不管是大家长黄磊、何炅，内向的妹妹张子枫，还是帅气的张艺兴，又或者是憨憨彭昱畅，他们都是向往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干农活，张艺兴是认真的，接下来就看张艺兴的加盟能不能持续造梗，我们拭目以待。